怪呀，相亲相爱。难怪我跟那顾客长得像。走，等一下来签啊。有大片屋子吗？书房你那个没有盒子装哎、欸，这个。从书房那个有大片，但是没有盒子哎、欸。这个可能再大的那个盒子也装不下哦。这个很大片。叫盒子哦。这个可能要自己去买盒子，有大片的。我试过了，10片装不下，装不太下。六片。六片4500，超大片的。但是找不到盒子啊，这个没有盒子。啊，那个我倒了。几两哦？这个要几两啊？我看一下。哦，一斤。哎，这几两啊？大概7-8两。7-8两。7-8两啊。两片都快1斤的啦。对。两片快1斤。你明早浪去北高山无？我无可能，我伫水南边啦，这有些水南边学你。啊，大家都要学你煮。啊，这以前我甲师傅要请半个月较济啊呢。足欠的哦，足大地足欠的哦，大地足欠的啦。啊，这个边哦，4500啊，全部啊，两地1500尔。无，啊，伊就甲我三地，3地偌济？伊甲我讲3地1000个啊。迄一体无大，迄个无大，伊来搁另外甲你叫，你另外啊，翻两头啊。你看那个黄淑芳，黄淑芳，我帮你留啊，这个留给你哦，4500可以吗？今天我无大，这4500，这无大3地1000个啦，这大地2地了，紧啊嘞，迄人要爱啊，大哥歹势啦。你我叫伊后礼拜一定甲你处理来。袂使，我要送人咧，一定人钱了，真贵。啊无啊，我嘛无啊行哦你啊，我嘛无啊行你啊，我真正无啊行你。这种我今后去看种鸭卖，爱搁另外搁叫迄种鸭客卖落，一般鸭客卖落。无啦。这拢种偌济？4500。这两地方啊，真哦。迄人要爱伊啊啦，真诶啦，人要爱伊。啊，我已经4-3。今天摆有炸哎，今天摆无啦，那有两号摆啦，今天摆那有来啊，阿雄炸过，我无来啦，对啊，今天摆你无来，今天摆你的意图高，但我就该炸啦，今天摆那份，我有来，我有甲你炸啦，无来，伊无干，系啊，无干有炸来，阿雄有炸来，我来送你来都无可能啊啦。你安尼污安尼污，我让你污干，你我要送人个礼，我都该讲啊，没事，剩下3000。还要吗？淑芳，这个剩下4片，要多少？3000可以吗？2700给你好不好？淑芳，10片，帮你留下来了哦。好 ，OK， 帮你留给你。啊，你这要花了，这要1500。1500，我已经了钱给人，人要安来，大哥妈你无，我就给迄个人要留的。我安尼搁了300，安尼，迄无法度，你要三片，啥物做阿黑电话甲你留，你爱签哦。阿姨，搁讲好哦，讲到好。阿姨，无法度，辛苦白听，总会拄着啦，无法度啦，嘿啊，歹势，人讲的辛苦白听，哎，伊落身体搁3步身体。哈哈哈！我有啦，我。阿姐，伊点嘛种万元？我知，我丈夫搁大不多的事情。妈嘞，大不多，搁洗来得啦，妈嘞。啊！我迄天我过过东港去晋江遐礼拜，人伊遐有迄石头地哦，沙地一千，我无话说。啊！我对啊，淑芳给你了，那2700给你了。沙地一千就好，就好。啊！无影啊！啊！我是讲啊，我都甲两红煮，那我是讲啊，我爱过把迄个。好，拜你来信王家买哈，你就一只买就好啦。啊，我想讲我那个中文啊，了解一下，我老实讲。我拍啊，这两个甲有去查，开始了解。你两三杯啊，信王起码较稳定啦，信王较稳定，伊也较稳定。起码吼，我定定嘛，你快坐啦。对啦，因为吼，你啊信王买吼，伊较好弄台，信王较好弄台。没关系，你看你还要什么？我都老实讲。
我都认着着姓王，啊，但是拢我嘛认拢袂着。嗯，我一讲吼，都食了，我知道。我知啊，你来高中点解？你来高中点解？我知啊，我拢听着。啊，因为吼，啊，即个我试下咧，啊，拢无看人，即种。因为我嘛常常像今日来，伊无来我嘛唔知啊。啊，对啊。我虽然我唔着过正经拜啦，啊，你话我去参加，喂，虽然过去哦，我几下算算啦。你后摆吼，你这以后以后三四，要不要再多一包？还有啊，我接到地啦。你后摆你着啊，啊，我唔敢提咧。你啊，提一只提啊，这边你只啊讲吼，这边无要提安尼就好啊。哦，我讲过了，了解了解。可以保安啦，好来啦，哎，不客气。问题没有了，那个。我你可以报啊。阿强，哥你那不要，我报啊，后礼拜。哦，明天上我到你这摆我过。哎，你这个伊讲无好，我帮你讲啊，我帮你处理。你若讲阿弟，我会过去阿弟。这摆我阿弟。盒子我刚。我帮你讲，你讲要去阿弟，我都更加无可能咯。人家也无用的。我咧盒子，我甲帮你看。你甲讲啦，看。我看迄位置，盒子伊坐。不是我这上礼拜去过嘛，就无意思。你讲你今礼拜要学你哦？嘿，我学你，我学你。好，好嘞，盒子我甲看。好。哎，会得。这拢一袋的嘛，我本来要买六袋嘛。哎，我知。啊，你是礼拜个要客着着，要客 O G 着着。无啦，我这袋 O G 都已经买啊。哦。啊，迄边那 O G 我是再去看。OK。那这应该就够睇。你讲礼拜啊？嗯。OK。哦。嗯。啊，我第一，就是那个电话你。别，我给海爽。嗯，我知道，我等你给海爽。OK。大小差不多了，只是他有那个票。福里没去，福里没去哦。对啊，要多一点。等下午要去帮他看一下乌鱼子的盒子。这里还有包冰的啦。对，好的。哎，看哪里？那个小芳早，康兰早。四包三百。四包三百，一包只75，要不好哈？我不拿。我得在这个样子的。你别 K 啊嘛，对吧？我 K 啊，你爱什么我 K 啊。啊，你讲没 K 啊 ？K 啊，不 K， 因为 K 啊。看你要大只买无？因为我嘛爱买，因为因无都处理起啊，因为无起啊。啊，伊都有问题啊，两毛。两，即马你即马到礼拜两毛拢未出来吗？谢谢你啊。所以就是无你也是买无，我都帮你买，因为伊无都帮你处理。我当然是客气啦。我唔知，我无买过迄种起啊。我无买过迄种起啊，迄种起啊就是你可能该。我唔知，因为即摆客啊，我无买过。我定下来，你做唔知，还是你有带？唔，我爱问看卖啊，我爱问，帮你问，因为阮看卖阮某遐有熟识无？看卖有种。我唔啊在，我你是有电视，我帮你带，帮你看到者。到时再讲，因为客啊，我即摆无多。到时你看我就是那个讲，这是我们这是到时要问你啊。你反正我礼拜一定会帮你开奥利那里就好，好，好不好？了解，然后就提来的，然后出来的哈，了解，好，好呗。阿布阿那群哦，我阿布，阿布，哈哈哈哈哈，一起打。阿布啦。有没有找？怎么了？没关系的，人家也是客人啊。疲劳众生啊，你就知道。等一下查一下乌鱼子盒子在哪边嘛？小小早，开这里，开了，开了。乌鱼子包装盒，有虾皮有。哇，盒，那我包。我要去烘焙市场，烘焙那边买。大海啤。海啤哦，叫海啤哦，无，给我小鱼干而已。海风。那我先拿个小鱼干。天地包装。
天地包装九点开始，新城南路408。好，下午又跑一趟了。淑琴早，大河虾，今天河虾是25的吗？有300的，有两盒，有两种就对了。有，今天有大河虾，会起哦。500，谢谢哈。会起，今天有大河虾。黄草莓，对吧？你要泼什么出来？泼花汤啊。回去啊。花汤就一个而已，结账就好了。行。我带你不能算过来，你肯定会有。二姐。啊？要带包看的。来。这个，另外，我是这只爸爸。什么？嗯，我看一下。哎，这只叫五一吗？6500。65。哦，6500，那叫我爸。对的，3650。红雕，红雕，红雕，海鸡母吗？这个吗？这个吗？你要问这个吗？海吉姆吗？200。因为红雕比较像海，你的红雕比较接近海吉姆。小小早，那个四只五百，那个四只五百。阿松今天在这边，对，因为阿松跟阿根过来啊。哎，四只头，哎，蛮好吃嘞。一包一包，一包一包，哎，你那边几包在几包嘞？我叫他这边。应该是。那800。鱿鱼花一定有，鱿鱼花一定有。海吉姆，你要留几份？海吉姆放桌上。等级那最后一份吧。哎、欸，剩多少五只哦？你要不要五只全拿？剩五只而已。五只600，四只500，五只600，要不要 ？Wendy。600吗？没有了。他说600。对，我现在问他要不要六只五，剩五只啊。啊，卖4500。350。啊，5只600。你要不要全拿？因为剩五只而已。300有，那边。阿坚帮我开这边，300的。没有，我要想帮我开酒的。好，那个海吉姆。不要嘞。我十分钟后再问一次阿双，看他要不要。五，我就帮你装起来，不然的话，好，等一下过来 ，OK。啊，哎、欸，你刚才说包浆怎么卖啊？四包三百，真空包装的啦。4包300。OK， 咱们给你包好了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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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包几只？4只。你看一下大树叶，可以离开。海鱼，海鱼，我带它到桌面给你看哦。我看一下，海鱼的话，看一下哦。那边好像是鳟鱼，是不是啊？这跟鳟鱼。有鳟鱼、马头鱼、花鲳。白带鱼、鲜毛的。白带鱼。白鲳。鲳鲨。白鲳、金目鲈、花鲳、花鲳，这是香鱼啊。海鱼的话，可能马头鱼吧。有白，然后那边有白鲳。
如鳟鱼是淡水鱼，一斤要500。大概那边了，鱼大概在那边的。1600，王国正找。2650，750。哎，我在旁边呢。找点白，谢谢。到我坐地。你家有在空的保利龙吗？有啊。不会贵了那天，这么远啊？不是大贵了。啊，我终于可以吃东西了。你可以挨一步，你先吃多少？很有趣嘛。于是问了那个庄主下，就看他说什么都不懂啊，然后要去那个。鱼是有，鱼是有。盒子有，有一种包，专门在猫包要买呀、啊。然后再另外再。那礼盒跟提袋要买的。有一种卖的，一组好像40块、60块忘记了。很贵。几种？需要它老吗？我之前，我之。可以拿吗？要买的。要买的。啊，你家杨师傅。我可以。我怕忘记了。我要不要自己买？那你不用买，你不用买啊。不用买，我也要买啊。花生，礼拜天带下，带两箱出来。花生，今天的奶的。做礼拜天带。礼拜天记得带了。可以啊，对啊。对，今天。好。Q 圈早，小小早。大家早哈，因为早上那个直播开下去怪怪的，所以我才那个。标题才变这样子哦，先标题重弄一次。我妈呀！等下吹啊！阿雄找到我那哪点了？那个李莎找的。我拒绝跟你讲话，你又不爱我。最爱你了。都穿一样了，还不爱你？最爱你了。内裤都穿一样了，你不爱我，你没有内裤穿了。你又不跟我睡觉。偷穿内裤。偷穿我内裤还不爱我？后面都没有位置了，不用哎，真的不是很大，不用大了，我考虑。啊，那这个好，这个包里，啊，给这个人家要了要包起来，那个3250，你要6只好。二姐，这个要帮我包，我跟你讲，3只就好，那个留着的，3只就好，嗯，好，叫你帮我。三只猫，我帮你。行。我爱大白头像。大白头像呀？在你面头前啊。甲你讲啊，错路啊，你去看有啊。我唔叫你甲摕起起。你只甲摕起起啊，沾点水就好咯。后尾你落下来，再甲沾点水，甲水倒掉，较袂迄落湿气。阿姐要干嘛？我搞什么东西啊？发蛋啊！我搞什么东西啊？我看到你摆在这里红色那个鱼。红，有。来，继续，来，头多少啊？嘿。这你留的吗？
吃了吗？不是，你要这个啊？那个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没有了跟代班，我怕搞错了，一箱是同一个人的。啊？回去无？回去调好无？这样就好了。花枝条要吗？要两百。OK， 那他们把单子。看我还有我是不是？我两百。七百。而且那边的帆布要不是？我们弄一下。这是哪一个？标题弄一下，跟画面弄一下。黄旗早，我看一下。Hello。Hello。哎。你骑脚踏车啊？你这么早来？是要把海基捕吗？哦，是你哦。来，那个全。真美嘞！这样子就是了不起哦。哎，你是 Windy 哦。你是 Windy 哦，哦，我妹妹也是 Windy 啊。你说是什么是鱼啊？是什么卖？三只五百块。可以买好几啊。清蒸，干煎。好。好。哇塞，你上次来到现在多久了？对啊，你都给我记录一下。啊，我要海鱼啊。有没有半年？有没有半年？老板，加多卤，加多卤，对，加多卤。OK 啦，那个三金最好吃啊，比金木卤好吃。哎，对。这怎么卖？这怎么卖，老板？那个四条三百。四条三百，对呀。哎，今天有大白汤哎。大白哎，今天你妹妹没上来，只有你上来。我妹妹啊，我不知道。大葱在这里，哎，这条，还四条哎，啊，三条了。Windy。他说四条三百哦。温，你妹是温迪啦。谢谢，还要钱。你妹不是温迪，你妹是温迪。我妹妹是温迪，我也是温迪。你是温迪，她是温迪。对对对，没错。还有什么，老板？哦，你超过半年没来了吧？来，小雪你来。国龙早。你不会煎哦？那个好吃的，我觉得不好玩的，我不喜欢吃。哦。今天我们好一点的虾子。有大河虾。大的。好啊，大河虾二三的，那个好小哦，四条五百啊，下面那一箱一样一条不到一百三啊，一样一条不到一百三，买四只啊，还有隔壁，还是要鳕鱼的四片五百块，小姐要的，鳕鱼好紧哦，来，三
来刷你个人来无？来。大地只，可你哪来刷你个人要吃无？四地五百块尔。啊！我阿姨哦，能宰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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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嗨。哎，不够啦！哦，没有啦，就那个。都他的，他留的啊。哦，他留的。我要留一万块呢。他留一万块的。我要跑乌日去看了，那就跟乌日的真的没办法。我跟你讲，礼拜五比较不稳。哦，我真的没办法，这里我没办法控制。啊，乌日比较好控制，乌日真的比较好控制。乌日，因为我上礼拜去信宏，没问题。我跟你讲，今天打电话给他，再来一门啊。我打电话给他，我明天下午加去三河签的，升吧，让他想办法。他就今天发起了，好不好？我叫他去升。上礼拜五。高八，没有够人来哇！三，我们签了高八号头啊。礼拜四蛮稳的，这个八号头比较稳，这个我觉得他很容易。八百，因为礼拜四他没起，一到下面休了三天以后休七百了。礼拜四做完，那礼拜五都做了。七百块就。那礼拜六他一定会来。目前一栋个人要来无？两盒。目前一栋个人要吃无？七百多啊，完全无起，十批真个大地哦。这正常拢卖九百、八百，要来七百多啊。一栋个人来无？七百块。好，来。啊，下一个人要来无？阿松。大只的乌鱼子刚才留的，他来了。这个在这里，我刚才讲。我没看一下。好，你的。对。那肯定是。那乌鲁说要吗？他因为他两天都问。三千啊！不是我叫他留的啊，我去的啊。乌鲁没有啊。上礼拜没有。三千啊！还是你退两啊？我做两个人客，不会你退两啊？八百好啊。价钱会差不多吗？八千，来。我不知道，因为他们也不知道。八千，还有一个人没来吗？他可能他。还六百块得了。最低给你。七两啊，够了吧？来，谢谢，来吧，进来。啊，像这样子留十片。这么大的纸片啊，没有的。不要太牙呀。来，阿爸去那里来，只有这些啊。认真鸡腿排，和美的哇，完全不过嘞。大只去骨的哈，这外号超市卖掉，人咧卖，基本都八九十的啊。一人退两斤，一人退三斤，一人退四斤，开偌济？开三二，开三百二，来只五斤三百块，来只六斤来三百块来。OK。虾皮就有。来不及，来不及，来客人来不？是哦，对。所以他说他会帮我拿，所以就不用拿。哦，因为他有，你不说话，他就忘记了。来，再来几个人来不？就三百块对吧？来认真退牌，认真退牌，客人要吃不？老鸡给退牌，全部都来不？你来不？老鸡给退牌，我要坐啊，来退两百，退两百，来较紧的，我这喊你花两百，四支两百块对吧？来啦。来，给你买家了，给我请来两百块来。来个人来，我两百块。这鸭先哦，野生的。来个两百块，人来无？鸡腿排两百块。鸡腿排，等一下好，等一下哦，拍摄。来个两。